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我是葛国光老师。啊，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谈到《约翰一书》。我们在上一讲的里面提到《约翰一书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在连续的信息里面提到，约翰他提到他要将这个生命之道来传给我们，这个生命之道。 是他所亲身经历过的，这个生命之道，他因为亲身经历过，所以呢，他能够去见证，他能够去传给我们。那么，当他去传这样子的生命之道的时候呢，他的喜乐就满足了。其实，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生命之道，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见证，我们的心。 也得到了满足。然后接着，第一章第五节开始到第十节，这段圣经里面，约约翰继续的就让我们看见说，他讲到神就是光，所以这个神是光，就带来了今天他所要告诉我们的主题，也就是说。 我们如果因为跟这位神相交，我们就不会活在黑暗里面。所以，约翰在第一章的五到十节里面，特别提到从神是光的角度来看见我们一个与神相交的人，应该是怎么样子来建立跟他的关系。我们就一起先来读这一段圣经。 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、有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 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。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在这段圣经里面，约翰一开始就提到说，神就是光。这也是在整个约翰一书里面，约翰第一次的把神的属性。 用光来说明他，那么你会发现，接着到了啊第二章、第三章，约翰又把这个神的属性用爱来表明，所以他讲到说神是爱。然后到了最后面，到了第五章，又把神的这一个生命表明表明出来。 讲到神，他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看见，在神就是光这一个大的这一个主题里面，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跟这一位神相交，我们跟他交通，我们跟他 c o i n o n l i a 我们跟他 fellowship。那么这样子带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呢？他说：“如果。” 我们是与神相交的，那么我们就不会在黑暗里面行。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，约翰很清楚的提醒我们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跟我们跟人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在这里面，他特别提到，我们跟神之间要建立起。 一个相爱、一个充满了亲密关系的这种相交关系，那第一个事情我们需要解决的，也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面对的，就是罪的问题。所以你看，他在这里提到我们，他说：“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人在黑暗里面行，这个就是说谎话了。你这样子就是说谎，不行真理了。” 所以他提醒我们说：“你如果讲你跟上帝，你们有你跟他很很亲密，你跟他有很好的关系，你说你是信耶稣的，但是你却仍然在做一些黑暗的事情，你却仍然跟人之间没有好的关系，那么你就是说谎话的，你就是没有遵循上帝的真理。”所以他在这边提到黑暗。 而这个黑暗套句，我们今天熟悉的话语就是“罪”。所以，罪是我们人跟神之间最重要、最大的一个拦阻。我们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，我们之所以不认识神，是什么使得我们跟神之间隔绝呢？就是罪。即使我们今天信了耶稣。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你会发现，今天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办法得胜，我们里面仍然是软弱，仍然关键在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罪。诗篇里面讲到说，我们的心如果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啊。如果我们的心还是不肯认罪，我们还是不愿意去对付罪。 那么主说：“你祷告我都不会听的。”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基督徒。有人讲，其实基督徒的人生呢，就是过一个认罪的人生。他家讲起来好像这是很消极，但其实也不是。他讲明的是一个事实，确实我们的人生。 我们不可能达到一个地步，是完全没有罪。虽然约翰一书里面多次提到说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但是那个不犯罪的原来的意思，并不是指的不会犯任何的一个罪，它指的是不会习惯性的去犯罪。这个我们后面会继续的详细的探讨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。 今天我们人生在世，我们信了这位耶稣，我们在起初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。可是我们在之后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还会不会在犯罪呢？我们还会。就像我们今天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，我们的脚会不会沾染沾染到尘土呢？肯定是会的。所以。 每一次，当我们沾染到这个尘土，我们就要洗洗脚；每一次，当我们沾染到一些的污秽，我们的心被污秽了，我们犯罪了。所以，约翰就在这里提醒我们说：，我们落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，认罪很重要。 认罪不是只是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时候他要去做的事情，认罪也是一个基督徒在追求成圣、在追求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常常做的一件事情。那么，这个认罪也是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。 是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侍奉他的人也要圣洁。一个污秽的人没有办法扛抬耶和华的器皿。所以，哥林多前书里面，哥林多呃讲到这些教会当时候很多的这些问题，保罗就写书信告诉他们，就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提醒他们。 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要洁净，你们要与这个世这个世界分别出来。”同样的，约翰也是提醒我们：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光明的，我们跟他相交，我们就不应该再继续的活在黑暗里面，我们就不应该继续的藏在黑暗的当中，行那些可耻的事情，行那些污秽罪恶的事情。 复兴也是如此。复兴的关键，或者说复兴的起点是从哪里开始呢？复兴的起点是从认罪开始。我们看见每一次教会历史上面的大复兴，不管是威尔斯大复兴、韩国大复兴，或者是我们中国的山东、华北的大复兴。 甚至在近代里面，宋尚杰博士所带来中国的各个地方的奋兴，其中一个很关键的，就是他传讲认罪悔改的信息。宋尚杰博士，他之所以能够带出这种奋兴复兴的这种聚会的果效，我曾经听过我自己教会的一个长辈，他今年已经。 啊，九十、呃、多岁了。他告诉我说，他就是在宋尚杰博士讲道的布道会里面，他信主的。你看看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，那已经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。在他年纪轻轻的时候，他听了宋博士那样子铿锵有声。 那种真的是带着好像是大锤一样的扎进了人心里面的那样的信息，使得他悔改在神的面前，直到今天他仍然这样子忠心的来信靠耶稣。我们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使用宋尚节，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圣洁的人。宋博士在他自己的自传里面这样说，他说：“侍奉神的人。” 一个要被神所用的人，一定要圣洁。他自己也说：“他说，有人问他说，你讲到为什么这样子的有能力呢？”宋博士回答说：“他说，我只是不断的认罪悔改。因此，当他谈到圣洁的时候，他说：他说，一个圣洁的人，连他的影子都可以照到的人，使人得一致 手按病人，病就可以得到医治。宋博士自己他就是这样说的。他说：“我还是觉得我自己的认罪不够，我仍然还是不够圣洁。”他说：“如果我能够更圣洁，我真的是里面没有容让一点点的罪恶存在，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要信靠耶稣。” 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来讲，甚至对我们今天，我们在这一个时代传讲信息的传道人来讲，宋博士的这一番提醒，仿佛把《约翰一书》老约翰对我们对当时候的教会的提醒，也再一次的放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。特别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你可以看见。 到处都是充满了试探，充满了诱惑，罪恶满地。今天很多时候，基督徒在这个社会里面，要能够不沾染污秽，实在是需要格外的要跟神有好的关系，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么，讲到认罪，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叫做罪。罪这个字。 在原来的意思，就是好像我们在射射呃射我们一般我们玩那个游戏的时候，我们射标哈，有一个圆心啊，有一个箭靶，那我们都射到红心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射中了，正中红心。那如果没有正中红心，射到旁边、上面或者是下面啊，歪掉了，这个就叫做射不中地。那么这个就是。 罪这个字原来的意思，那那个红星是什么呢？那个红星就是上帝的标准，也就是上帝的话。在约翰一书，约翰也提到第三章第四节，他说：“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；违背律法的，就是罪。”所以，违背律法，律法就是神的话。 违背神的话的，这就叫做罪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今天当我们想到说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罪要认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会里面，我们拼命想想不出来，好像是大家都不没有犯罪，好像大家都没有问题的。但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被光照，看见说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先生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做好。 我们作为一个妻子，我们没有真正的照圣经神的话去说，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丈夫。我们做儿女的，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照圣经所说的，我们去孝顺我们的父母，听从我们的父母。做丈夫的，并没有照神的话说要爱妻子，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是为他舍命。 如果我们今天通回到神的话这个生命之道里面去，按照他的标准来活，这就是复兴了。所以复兴的起点，从本来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话去活去行的这些地方，点点滴滴，我们都要重新的回到神的话里面来，回到神的标准来。那么，所以。 我们违背神的话，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标准去行，有多少的这些的事情积压在我们的心中？换句话说，我们有多少的罪已经好久没有去承认呢？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罪恶满地，许多的人也相信一定是犯了很多的罪，可是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人。 却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罪，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。事实上，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，在约翰一书里面，他就已提到有两种人。第一种人就是他认为他自己没有罪。在第八节，在第八节，他这里提到说：“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” 所以，当时候的人也有一种人，他说：“我自己没有罪，我是无罪的。”这是第一种问题。他觉得自己没有罪，他犯了罪，他还觉得自己没有罪。有一个在最近发生事情的一个很出名的美国的啊传道人，叫做 Bentley，在前一段时间。 曾经有相当的呃呃一时日，据说他曾经也带来过啊、呃、一所谓的复兴，在美国的这个佛罗里达州。但是后来最近却被人发现说，他跟自己的家里面的保姆发生了淫乱。那么当别人把这个事情这个查出来。 呃，去告诉他的时候，他的妻子知道了，受到很大的伤害。他不仅仅没有悔改，他甚至跟他的妻子坚持要离婚，然后跟这个发生淫乱关系的这个外遇的对象结婚。这个实在是让人很伤痛的事情，显然表明他不明白神的话语。 不认识这一位神，神说：“如果你跟我是相交的，你跟我是亲密关系的，你不可能，你却违背我的话语，因为违背律法的就是罪。”那么第八节讲到第一种人，他说自己无罪；第十节讲到另外一种人，他说我自己没有犯过罪。 今天这个世界竟然还有人说说他自己没有犯过罪，这真是稀奇。但是在我服侍牧养教会的过程当中，我也碰过有这么一个人。有一次，有一位，嗯、呃，这个墓道的朋友，是一个一个一个大约已经将近啊五十多岁，快六十岁的一个妇女，她来教会里面慕道了一年的时间。 也上主日学、慕道班、初心造就班都上了。后来有人就鼓励他说：“那你应该要受洗啦。”所以他就来找我。那么，通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受洗之前要受洗约谈，之前还要上三个月的慕道班，所以算是蛮严谨的了。那么跟我约谈的呢，我通常都会问他几个问题。 其中一个会问的问题，我一定会问他说有关罪的问题，也就是说，我要确定他真正的看见自己是有罪的。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有罪，他不觉得自己有罪，他就根本不会需要耶稣。那么他受洗也是白洗了。所以我常常跟这些呃受洗的人在啊、呃、这个讲讲到在受洗之前讲到，我常常提醒他们说，如果你不清楚受洗的意义。 那么你就最好不要洗，免得你洗一百遍，你还是没有重生得救。结果这一个，这一个呃呃呃连长的妇女啊、呃，当她来跟我约谈的时候呢，她就跟我提到说，我就问他这个问题，我说，你呃你相信说，呃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是罪人吗？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么你你认为你你承认吗？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吗？你承认你犯过罪吗？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？他竟然跟我说，他想了一想，他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犯过罪啊！哇，我很讶异啊，我觉得他可能听不懂我意思，我就告诉他说，我说啊，这个罪，啊，譬如说说谎啊，或者是什么这些啊，我就举一些例子。哎，他真是乖乖牌的孩，这个人哈、啊，他说他真的没有犯过罪。 最后，当我不得，我就把圣经的话告诉他说：“我说违背上帝的话就是罪，我说你不可能没有犯过罪的。”讲到最后，他还是认为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最后我不得已，我只有不让他受刑。了。丢子妹，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犯过罪，这也是说谎。约翰说。 真理就不在你的心里，你是说谎话的，你是以上帝为说谎的，因为上帝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你说你没犯过罪，那不就表示说上帝说谎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单单要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不单看见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会犯罪，我们更要彻彻底底、全面的去认罪。 认罪这个英文的字叫做 confession，confession，confess 这个字呢，其实就是指的意见一致，也就是说，对于上帝，他对我们的看法评价，我们接受，我们认同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的话指出我们，我们犯罪了，我们接受。 我们谦卑的接受，我们承认他，这个就叫做认罪。真正的认罪，就是接受上帝对我们的评价。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妇女，我们心中就有淫念，耶稣说你已经犯了奸淫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今天有多少的男人没有犯过奸淫罪呢？但是我们有多少的男人？ 多少的弟兄，我们曾经在神的面前认过奸淫的罪呢？诸如此类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查考这篇信息，让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我们还有什么在我们心中隐藏的罪？每一点、每一个小罪，我们都要找一个时间，好好的去认罪。如果我们这个罪是得罪了神。 我们就跟神去认罪。如果这个罪得罪了也包括得罪了人，那我们除了跟神认罪，我们还要跟人去认罪。如果我们得罪的是一个团体，那么我们除了跟神认罪，我们还需要跟这个团体去认罪，去和好。在韩国大复兴的这个历史上面，曾经出现有一个教会。 他们彻夜举行这样子复兴的聚会，就在聚会的当中，有一天的聚会，一个长老出来站在台前，当着一千多人的弟兄姐妹，承认自己他曾心中怀恨教会里面的一个执事，请求这个执事认呃接受他的道歉，同时也接受啊、呃、弟兄姊妹们也接受他的道歉。后来最后。 那个慈事也去认错，也认罪，没想到竟然带出这个慈事也恨另外一个韩国宣教士。最后，当他公两个人都公开的向大家承认罪的时候呢，请这一个韩国宣教士到台上来做祷告的时候，这个韩国牧师，这个呃呃呃这个呃,、这个、呃美国来的宣教士，他站在台上才刚刚呼喊阿巴基。 天赋，天赋，天赋三生，结果圣灵就大大的浇灌，全场一千多人悔改认罪，在你面前，在神的面前，复兴就临到了。我们真盼望这样子认罪悔改所带来的复兴，也临到我们今天的教会。愿主祝福大家。